谢谢，刚刚看到他们的掏枪，还有这个队伍都非常的整齐，每一掏大概有两层楼高、没错，而且他们整齐划一之外呢，这些高难度的动作啊，所有的彩排都是非常精准的，而今天呢，也就这样精准的呈现在大家面前。这个踢正步也很专业，连那个枪上面都有 LED 呢。哦，现在已经这么科技了，是不是进步了？好，各位朋友，现在是黄昏时刻，每天都有大概几分钟的 Magic Hour， 现在也是我们台北甚至全台湾的 Magic Hour。接下来要欢迎的是新北市板桥区的青年发展协会。没错，我们台北新北市的板桥区青年发展协会。